这节课我们共同学习和复习的疾病叫做肾病综合征啊。那么肾病综合征我们在职业医师阶段呢啊有四大标准，这四大标准其中有两个叫两 B 啊。那么大家看到了这两 B 是什么？尿蛋白超过 3.5 克，血浆白蛋白低于30克。大家在这个职业医师阶段实际上做过这个方面的梳理啊，主要原因是原发性的这种肾病损害或者是继发性的这种肾小球损害导致大量的什么蛋白的漏出，蛋白从哪里来？血中来，所以低蛋白血中。由于长期的低蛋白血中，所以导致了它胶体生成下降，从而导致水肿。那么血脂升高这个机制目前不明，机制不清楚，我估计考的可能比较小。在我们内科学上有这样一句话啊，说它可能的机制呢与啊这个肾病综合症的时候的肝损害有关，但具体这个肝损害是如何发生的啊？这个目前机制不清楚，所以实际上这三个是可以通过啊我们分析推理啊得出结论的啊，就是滤过膜破得很厉害，所以呢蛋白丢得多，血浆低得厉害，胶体生态下降，高度水肿，但是血脂这个升高的原因不清楚，目前只能说它有肝损害啊出现在这个肾病综合症患者当中。这两个白色的是可以不出现的，这两个是必须要出现的，也就是两个都要同时存在。那么补充一个职业医师阶段的知识点叫什么呢？啊，这地方要注意的是啊，尿蛋白在尿常规的检查当中，就是在普通的尿检当中 3.5 克是什么概念呢？就约等于三个加号啊，这是个约等于号，同学们叫约等于号，约等于三个加号，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尿常规，如果三个加号，那么我们就约等于它是 3.5， 所以考试的时候一般四个加号那都是超过 3.5 的，两个加号是肯定小于 3.5 的啊。三个加号的时候大家就要去看血浆白蛋白的数值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尿蛋白没有给24小时的这个定量 3.5 克这个具体数值，而就给了三个加号，但是这个患者的血浆白蛋白又只有28，那一般他符合什么？肾病综合症的标准，听懂了吧？如果这个时候血浆白蛋白是32，那么虽然说他尿蛋白是三个加号，那么这个人也不考虑肾病综合症，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肾病综合症两个标准啊，叫做二 B， 分别是这个啊尿蛋白的24小时的定量和什么血浆白蛋白的这个数值啊，这两个是。是必须的，所以当他出现这种很尴尬的三个加号的时候，你就看血浆白蛋白，如果是两个加号那不存在是肾病综合症，如果是四个加号那尿蛋白就肯定超过 3.5 了，只有这三个加号的时候是一个约等于的数值，大家稍微熟悉一下。因为尿蛋白的定量分析啊，他可能当天出不了结果，那病人来复查他可能要等个长的可能要等一个星期，短的也要等5天，说24小时尿蛋白才能出来，那病人能够当天出来的只有尿常规，所以尿常规上面给蛋白的给法呢就是一般就是给加号了啊。那么这是大家要稍微对应一下的这个关系的啊解决。那么题目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比如说这种题，肾病综合症常见并发症是什么？由于长期的低蛋白血症患者营养不良，所以他的典型并发症是感染，这个我们刚才做过了啊，典型的特征是感染，这很简单对吧。第二块呢，我们肾病综合症低蛋白血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对吧，这个我们也说了，是因为这个破坏特别多，所以我们在前期讲那个肾小球疾病总论就非常的有必要，对吧？没有那个东西做基础你理解不了为什么它肾炎的时候是小于 3.5 克的，而肾病的时候超于 3.5 克，实际上就是它这个疾病怎么样病变的这个程度啊。好，正确答案选择 A 啊。那么第二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继发性肾病综合症啊。那么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继发性的肾小球疾病，对吧？有哪些可以导致？那么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梳理，也就是常考的有这么些个。第一呢，青少年继发肾病综合症的常见原因和特点，同学们他有年龄限制，就是青少年啊。那么他的第一个疾病我们非常清楚的就是过敏性紫癜，过敏紫癜的小孩多，成年人比较少了，对吧？再往老年人走，过敏紫癜就更少，而且大部分都是什么上高中的上初中的，还有一些上大学的上大学都少了，基本上上初中上高中的孩子这些年我看的比较多，大部分都上初中上高中得什么过敏性紫癜。过敏性紫癜导致的肾炎呢，它有一种类型就叫紫癜型肾炎，是吧？
那么就是也叫做肾型啊，它呢这个诊断起来呢相对比较简单，跟 CAS 难度也比较像啊，就是这个病人往往有特征性的什么皮肤的这种紫癜的啊这种表现，同时肾活检会出现 IgA 的这种沉积。哎，这个 IgA 沉积和我们 IgA 肾病不大一样啊。IgA 肾病是指找不到原因的 IgA 沉积，这个 IgA 沉积是找得到原因的啊。那么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啊。好，第二块就是 SLE， 这个一般青少年当中的青年比较多啊，往往发生在育龄的女性啊。风湿我还会跟大家讲啊，青壮年女性育龄期，这个时候它不仅出现肾损害，它还会出现其他系统受力，因为它叫系统性的嘛，全身各个系统都有受力，然后出现一些抗抗体啊，阳性啊，DSDNA 啊，双链 SMDNA 等等这些啊都会升高，这个大家在职业医师也学过，这地方也不要展开，我们在内分泌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的。第三个就是乙肝病毒，大家都知道乙肝病毒是一种嗜肝病毒，也就是这种病毒为什么叫乙肝病毒啊？是因为这种病毒到了人体之后主要破坏肝脏，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乙肝病毒啊，又是个 B 型对吧，就是乙型啊，所以这种病毒我们统称为肝炎病毒，很多啊，乙肝病毒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型。它为什么叫肝炎病毒？是因为我们人类通过观察发现这种病毒比较容易损害肝细胞啊，所以叫做肝炎病毒。那么因此大家就明白了，哦，原来这个病毒主要怎么样损害肝细胞，所以叫肝炎病毒，但不代表这个病毒就不会损害除肝脏之外的其他脏器，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们能理解了什么叫乙肝病毒相关肾炎，就是说肝炎病毒主要损害肝脏，偶尔也能损害什么肾脏，这个叫乙肝病毒相关的肾炎，明白了吧？所以它可表现也可能表现为什么继发性肾病综合症，也就是说蛋白尿都能够超过什么 3.5， 很猛啊，就一个乙肝病毒跑到肾脏去了啊，那可以说是退伍不退色是吧，到了这个肾脏人家照样发挥这个什么先锋模范作用，咔咔咔的给肾小球干了 3.5 克的蛋白以上的往下掉啊。所以你看乙肝的病人出现肾炎，然后发现在肾小球上面呢啊，在肾活检当中呢都能找到很多乙肝病毒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介绍的叫乙肝病毒相关的啊肾炎，是吧？好，那么再往下看啊，那么做一个例题啊，这个例题也不难，对不对啊？那么65岁的女性进食海鲜后腹痛腹泻啊，并自觉双下肢关节痛，既往糖尿病病史2年，2年前血糖正常啊，那么血压是145/100，双下肢皮肤较多的出血点心啊，这个不是心，是呈对称分布啊，就呈现对称分布啊，那么也面部双下肢水肿啊，那么实验室检查尿常规显示呢尿蛋白三个加号，你看看他弄个尿蛋白三个加号大概约等于是吧 3.5 克啊，那么红细胞是20到30个啊，那么现在肾功能正常，请问这个患者可能是什么？我想这个题本身好像不是特别难，因为它有典型的什么皮肤对称性的什么紫癜，再加上它又有可能 3.5 约等于 3.5 克的这个蛋白尿，那么大家可能选到了紫癜性肾炎。大家发现没有，这种紫癜性肾炎很特殊，它是一种继发性的肾病综合症，对吧？为什么？你看它里面有血尿，大家能理解了吧？它就它和我们原发性的肾炎肾病不大一样，原发性的肾炎一般是没有这个大量蛋白尿的，而肾病综合症原发性的时候也不会有血尿，对吧？只是在儿科我们学过什么肾炎型肾病啊，肾炎型肾病听懂了吧？所以同学们这个地方要注意，紫癜性肾炎不是单纯的肾病综合症，它偶尔也有一些什么血尿啊啊，你看他这个人还有什么高血压，大家能理解不？因为它是什么，是继发性的，它不具备那种原发性的特点，原发性的特点就是肾病是肾病，肾炎是肾炎，区别很明显，泾渭分明，但是我们这个继发性的就不一定，它可能既有什么肾病综合症的表现又有什么肾炎的表现，所以你不要觉得好奇怪，这个人怎么会有血尿高血压呢啊，那么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继发性的改变啊，继发性的改变啊，明白了吗？那有的同学就问了，老师这个题为什么不能选糖尿病肾病呢？那么我认为糖尿病肾病不是这个病人的最可能诊断，大家看叫最可能诊断，为什么？你读一下病史就知道了啊。第一块
这个人是进食海鲜后腹痛腹泻，并自觉双下肢关节痛啊，然后呢，现在呢出现了啊高血压、血尿、大量的蛋白尿，然后双四肢啊有这种对称性的出血点。你读完之后，大家想一想啊，读完之后，大家想一想，这个人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就是回到了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大家的思维一定要转开，思维一定要转开，不能说这个人有糖尿病，所以他任何肾损害就一定是糖尿病肾病，能理解吗？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啊，这个有糖尿病的人的出现蛋白尿的时候就一定是糖尿病肾病，这个大家能理解吧？我举个例子，我跟大家说过我是金庸迷，在金庸笔下好人和坏人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对吧？那我就问你一句话，好人会不会做坏事？坏人会不会做好事呢？也就是说李莫愁是个坏人，对吧？坏得要死，这个女人好坏啊。李莫愁是个坏人。那么李莫愁有没有做过好事呢？那么大家想一想，他教了那么多的徒弟，传承了这个他们这个东邪门派的这个武功，那他这个不能说他没有做过好事，对吧？那么所以好人会做坏事，坏人也会做好事。因此我的意思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也未见得这一辈子就只有糖尿病啊，他也会做一些跟糖尿病无关的事，对吧？所以这个题的主要诊断是什么呀？是指癫性肾炎，也是不是说这个疾病有两个矛盾的地方，对吧？有矛盾的地方，咱们要抓什么？抓主要矛盾。所以正确答案选择 B， 大家听懂了吗？抓主要矛盾啊，也就这段时间我们主要问题是什么？主要问题是过好年，是吧？是要做好疫情防控，对不对？到了四月份我们做好什么？做好复习备考的冲刺，就这个意思。那不能说你每次都在忙过年，对吧？因此这个概念大家啊要注意一下了，对吧？要注意一下了啊。那么这个人是糖尿病病史怎么样？只有两年的时间，两年糖尿病很难出现严重的这种并发症，对吧？这个大家也知道啊，也知道啊。那么过敏紫癜好发于什么人呢？青少年，对不对？哎，好发于青少年，那就说老年人就不得过敏紫癜吗？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是不是啊？就是说青少年过敏紫癜多见，但是不能说老年人就不发生过敏紫癜。那同样的道理，青壮年女性得育龄期的，就生孩子这个期间的，就是说这个育龄雌激素高的女性得系统性红斑狼疮。但是我们在工作中也遇到很多男的得红斑狼疮，难道这个男的也要生孩子吗？大家说呢？对吧？所以对，很好啊。还有肝硬化的男性也会得乳腺癌啊，这个也有啊。那不能，咱们不能把话说死，对不对？听懂了吧？就是抓主要矛盾就行了啊，不要被职业意识阶段的一些什么复习方法说迷惑，说我们看到男的看到女的或看到年龄，在主治阶段不是这个思路。在主治阶段大家看到了是抽丝剥茧的把一些问题啊进行系统化的分析，训练临床思辨能力，然后就能做对题。大家说是不是啊？很好，那么这个题不难。再下一个题啊，你看，为了明确诊断，完善了下列检查，除了哪个暂时是不需要做的？为了明确诊断，完善这么多检查，哪一个暂时咱们不需要做啊？那么哪一个是暂时不需要做的呢？这个大家能猜到或者排除可以的是吧？啊。所以第一题说的也是什么最可能的诊断，最可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公认的那一个最可能的啊，是吧？最可能是这个意思。那没有说一定是吧，没有说这个题就确诊是紫癜肾炎。所以大家看这地方做了双眼底的检查，双眼底是看什么？是看糖尿病的什么并发症，是不是啊？是看糖尿病的并发症，是看高血压的肾损害，是不是看这不对不起，是看高血压的眼底损害，是看糖尿病会不会导致眼底病变，
高血压会不会导致眼底病变，对吧？他反正是看这些的，这是是不是需要看，是需要。因为我现在没有确诊这个人就过敏性紫癜的，第一题只是说他可能是过敏性紫癜的，对吧？因此这里面我觉得不太需要的是 C。为什么？因为他就拍一个双膝关节的 X 线片啊。那么我们这个人的诊断，大家诊断来诊断去，不就是糖尿病肾病或者是过敏性紫癜吗？要么就高血压肾损害，大家都研究这些东西。所以他不考虑是关节本身的病变引起的。比如说这个人你怀疑他是骨关节结核吗？你不怀疑，所以你拍片子意义不大。你会怀疑他是这个骨髓炎吗？我估计你也不会考虑。那他会是关节炎吗？就是化脓性的关节炎吗？也不会考虑，对吧？那么因此我觉得大家 C 可能是暂时不需要的。那么有同学就提问了，那骨髓穿刺术为什么要做呢？有没有哪位同学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骨髓穿刺术是要做的呢？排除什么呢？排除血液病。好，我再问深一点，排除什么血液病呢？非常的好，同学们，很好，说明各位同学，有的同学的知识面是可以的。同学们，这个血液系统啊，有一种病，它也骨痛，那它不是下肢痛吗？骨头痛啊，骨头痛，也有尿蛋白。你说什么病？它也骨头痛，也有尿蛋白呢？一说大家可能马上想起来一个病是吧？哎，我想起来了，有个病就是骨头痛啊，有的时候腰痛，有的时候腿痛，然后尿蛋白，而且那个尿蛋白呢，我们一做定量发现还是本周蛋白，大家马上想起来这个病了是吧？因为大家是考职业意识的呀，不是考了助理来考主治呀，对吧？助理不考这个病，但职业是会考的呀。这个病叫什么？叫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骨髓瘤很好，多发性骨髓它原发在骨髓里面，它是骨髓里面，同学们，比如说这长骨，长骨这些是骨间质啊，就我画叉叉的这些都是骨间质，在骨间质里面有很多的骨髓颗粒，同学们，这个白点点就是骨髓颗粒啊，这骨髓颗粒，大家呢这个吃过大骨都知道。同学们，我们吃大骨的时候拿个大刀大骨剁开炖好了之后拿个吸管进去做完之后，你会看这个大骨里面骨髓腔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那种软骨头碎骨，那些碎骨就是骨间质，知道吧？骨间质它是起到一个支撑作用，网格状的啊。我们做来做去做的是里面那些所谓的骨髓，其实就是一些啊脂肪啊，一些脂肪颗粒，对吧？一些这个骨髓的细胞啊，就这些东西啊。所以这里面除了有骨髓之外，还有一些这些亮黄色的东西，亮黄色的油乎乎的什么东西呢？哎，脂肪。这亮黄色的是什么东西？叫做脂肪颗粒。那这个白色的呢就是一个一个的骨髓小粒。那么这个深黄色的这个小叉叉呢，就是骨的间质，骨髓的一些间质，间质就是起到一些支撑作用的，是吧？骨髓一些间质。那么这个骨髓小粒呢，就会造出各种各样的什么东西呀？细胞，比如说它会造出一些细胞，这些细胞大部分都是什么？那种蓝颜色表示啊，各种形态的，是吧？各种造型的，对吧？这都很多啊。花花绿绿的是吧，各种颜色都有啊。我这个颜色因为画多了大家也看不太清楚，反正就随便点几个表示一下啊。有红的，有蓝的，有绿的，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细胞啊，各种各样的细胞。有没有原始淋巴细胞？有啊，但是很少，数量都不超过5%，对吧？很少的一些原始细胞啊，都不能超过30%，超过30%就白血病了，大家说是不是啊？不能超过30%啊。那么有淋巴细胞，有髓细胞，髓细胞是什么鬼东西啊？比如说什么单核细胞啊，这些细胞我们在学习呢还跟大家讲。那么在这些细胞里面啊，比如说有一种细胞，这个细胞叫什么鬼呢？叫浆细胞。就这一个班有很多同学啊，其他同学我现在不讲啊，那骨髓里面有很多细胞我不讲，我现在把那个
小明同学喊出来，因为小明这个名字太常用了，是吧？啊，小明你出来啊，其他什么小花小草的别出来啊，五十多个同学别出来，就出来一个同学来，小明你出来，这个小明就浆细胞，把浆细胞喊出来啊，然后我一看完蛋了，浆细胞怎么样啊？啊，浆细胞出问题了，什么出什么问题了呢？都是各种各样的原始浆细胞，完蛋了。原始浆细胞数量怎么样？太多了，你少不要紧的，你反正是骨髓嘛，啊！但是原始浆细胞嘎嘣一下子超过了30%，听懂了吗？啊，原始浆细胞超过了30%，这个病你就基本确诊了。什么病呢？多发性什么骨髓瘤？那么浆细胞是干嘛的呢？大家都知道浆细胞是分泌什么，浆细胞不是体液免疫吗？所以它分泌什么？分泌抗体，抗体是免疫球蛋白吧，所以它就分泌一种异常的免疫球蛋白，异常的免疫球蛋白，我们将它称之为什么呢？异常免疫球蛋白我们称之为 M 蛋白。这个 M 蛋白降解到了尿里面啊，在尿中降解了，降解到尿中，它也分解啊，尿中称为什么呢？本周蛋白。那你想想看，我要是没有骨髓瘤，我尿里面就不可能有本周蛋白，对不对？我为什么尿里面有本周蛋白呢？是因为哦，那骨髓里面浆细胞嘛，原始的增多了，超过30%了，得了多发性骨髓瘤了。骨髓瘤是浆细胞，浆细胞分泌什么东西啊？异常的免疫球蛋白。那它正常浆细胞就也是分泌球蛋白的呀，它分泌正常免疫球蛋白，它现在是异常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出来了，分泌什么 M 蛋白。 M 蛋白是什么？ M 蛋白到尿里面降解分解之后变成了本轴蛋白，所以就给我们查的了。所以我们看到本轴蛋白我们就知道，哦，这哥们是个多发性骨髓瘤。那么他骨头痛不痛啊？那你说白血病骨头痛不痛啊？肯定痛呗。为什么？他白血病是骨髓病变呢，里面造了一些原始细胞啊，那浆细胞不也是骨髓里面造原始细胞吗？只不过不是造原始淋巴细胞，不是造原始的这个什么髓细胞，对吧？它是造原始浆细胞。那么有没有骨痛？有。所以这个人有下肢骨痛，有尿蛋白，他就有可能啊。那么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一个65岁的糖尿病的女人，她是有可能得什么病的？多发性骨髓瘤的。大家听懂了吧？你不能说是65岁的女人他一辈子就只能受糖尿病的困扰，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金庸武侠里面，不可能所有的坏人只做坏事不做好事，也不可能所有的好人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就是金庸老先生对人性的某种理解，我觉得很接地气，是吧？很能够引起普通民众的共鸣，对吧？啊，坏人也能做好事，好人也有可能做坏事，因此评价一个人总要啊。正面反面的综合来看，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对吧？所以大家能理解就行了。因此这个人做 B 有没有必要？同学们现在做 B 有没有必要了？有必要了吧，对吧？好，那么刚才提问为什么选 B 的同学能不能理解了？能理解这个题我们选完 C 就往下走了，好不好？哎，对吧？但是如果你是化脓性关节炎，如果你是髋关节和膝关节结合，如果你是一些化脓性骨髓炎，你想是拍膝关节片是可以，没错啊，包括你有骨性关节炎都可以拍。但是你想你是骨性关节炎，你是关节结合，你是骨结合啊，你这一类疾病你会不会导致这人出现大量蛋白尿？那我认为是不会的。他说是不是啊？它会出现高热，是吧？会出现腿痛，但是它不会出现大量蛋白尿。也就是说一个65岁的糖尿病的女人，如果她就得了一个骨关节结合，或者就得了一个化脓性骨髓炎，或者是得了化脓性的关节炎，或者是得了骨性关节炎，她不至于引起大量蛋白尿，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因此我们就不考虑，是吧？这是不是在培养一个医生的诊断思维能力？肯定是啊。好了，那么这样的讲解慢慢的大家就能够摸到门道了。第三块，下列治疗措施中不恰当的是选择哪一个？那么这个人是什么病啊？我们最可能的诊断是一个过敏性紫癜肾炎，对吧？那么因此治疗过敏性紫癜是这个疾病的根本的处理措施，没错吧？就是你的尿蛋白多了，什么原因？哦，过敏紫癜导致的。所以我觉得主要问题是要处理它的什么东西啊？
紫癜，对不对？那么过敏性紫癜在这个患者当中目前最恰当的处理应该是哪一个呢？是不是治紫癜？所以治紫癜应该是比如说用钙啊，用维 C 啊。那么关节痛，为了缓解疼痛，我吃一些非甾体药物啊，为了防止这个过敏性紫癜的人出现血栓呢，我使用一些低分子甘素啊。因为肾病综合症会不会并发紫癜啊？不，对不起，会不会并发血栓？就是肾病综合症会吧，我们学过的，蛋白特别低的时候容易导致肾静脉血栓，对吧？我上次还讲了，你不能说只记肾静脉血栓，它也有可能导致双下肢静脉血栓什么的，一般是小于20克的时候啊，血浆白蛋白小于20克每升的时候，我们就要加华法林了，对吧？要加华法林，目的是什么意思吗？防止肾静脉或者双下肢等其他部位静脉血栓形成，我们是这个目的。那么我们血浆白蛋白小于20加华法林，我们在不在乎这个人他是原发性紫癜还是继发性紫癜呢？同学们在乎这个吗？不在乎。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大家考主治医师考试是不是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报名审核缴费，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考试，就参加考试。那么报名审核缴费也就是原因，就是它是继发性还是原发性。那么考试就是表现，就是它是肾病综合症，听懂了吧？所以当你去考试的时候，那么监考老师他查什么？他只查准考证、身份证等证件与你是否相符，他不会去查你的本科毕业证或者是专科毕业证书，也不会去查你什么工作经历，也不会去查你的什么职业类型。我只核对这个考试的证件和你是不是一个人。那么同样的道理，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肾病综合征，并不是我是否使用华法林或者说我是否使用低分子甘素的这个评判标准，跟这个没关系。是不是使用低分子甘素或者华法林来进行抗凝，我只看血浆蛋白是不是小于20，也就是我只看你肾病综合症是不是很严重，我并不去看你这个肾病综合症是怎么导致的。我这个我不管，不管不归我管，大家听懂了没有？而我们在主治阶段的学习一定要到这个程度，很多职业医师的同学就背，对吧？背最后呢他就搞个狼疮性肾炎，那么血浆白蛋白是18克，我们要不要用华法林？请告诉我，狼疮肾炎或者是紫癜肾炎蛋白18克的时候要不要加华法林进行常规的抗凝？这个人没有血栓，就是预防，能不能用？能用，而且要用，必须用。那么如果你不是狼疮肾炎，你就是一个原发性的肾病综合症，也就找不到原因的肾病综合症，听懂了吧？那么你的血浆白蛋白是18克，那我用不用华法林抗凝？同学们，我还是用华法林抗凝，大家听懂了吧？也就是说我这个时候用不用华法林是预防你的并发症，低分子甘素也是，我不在乎你是什么病导致的肾病综合症，这个我管不了。也就是说你考试的时候的监考老师他管不了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管不了你在哪个单位工作，知道吧？他只核对你这个证件和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人，是你就进去考，不是你就不能进来，就这个意思。好了，这个一定要想明白，那么正确答案就知道了。不正确的是 不恰当的是什么？甲强龙激素冲击治疗。那么有的同学就很奇怪了，说老师啊，那过敏性紫癜不是可以使用激素的吗？对吧？那过敏紫癜是可以使，怎么不能？过敏紫癜我在临床治疗，老师我就用过激素用过激素同学们，这个地方过敏性紫癜的激素的治疗啊，它不是一线治疗，不是一线治疗，就是不是上来就选的。大家说是不是？过敏紫癜我们是不是吃点什么有的会吃点什么 VC 或者是有的会吃一些什么抗过敏的西替利嗪这些东西，对吧？很少用激素作为一线治疗，这是第一个。第二，就算用到糖皮质激素，那么我们也是非冲击治疗，也不是说大剂量的激素进行冲击治疗，所以这个地方呢用法又不恰当的地方。
它的用法不恰当之处还有二，有一还有二，叫有一有二。有二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人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啊。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使用激素，大家都知道比较忌讳，为什么？因为激素会升高血糖，对吧？你就不是糖尿病啊，你就用激素，你是不是都要去查血糖量血压？你再加，何况这个人已经是糖尿病，而且他血压还比较高，这个时候你再用激素，他就会引起血糖的波动和血压的不好控制啊，造成一些后果，听懂了吧？所以这个地方他也不太适合啊，在一个糖尿病患者身上使用这个激素进行冲击治疗啊，所以他有一有二，总体上说用法不恰当啊，那么适应症也不是很恰当啊，这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个第三题，为什么选它？当然大家通过排除也可以选到最干扰项最强的，可能是 D 啊。好了，那么也做了详尽的解释，我想大家应该能够理解了，是吧？第二块我们谈一谈中老年人继发性生病综合症的原因和特点。当然我这里说的中老年人指的是大部分见于中老年人，大家能理解吧？主治学到现在了，这个思维要有，不是绝对的啊。那么第一个糖尿病生病，那么有的孩子是一型糖尿病，大家说是不是？我以前遇到在初中二年级，就是打胰岛素打了有都有几年了，小学就开始打胰岛素，那么这个小孩可能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糖尿病生病，那你不能说这就是中老年人，哎，就是大部分。那么中老年人大部分什么原因呢？糖尿病生病，这个好理解，糖尿病它需要时间，它的并发症呢并不是说我昨天是糖尿病今天就出现慢性并发症，它的慢性并发症出现的时间往往需要8到10年，一般我们平均时间是10年左右啊。急性并发症这不存在时间的问题，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出现，但是慢性并发症一般要在8到10年，一般平均的是10年左右。也就当他出现严重的蛋白尿，出现眼睛看不见，出现双下肢的这个糖尿病足的时候，时间上大约在10年左右啊。所以中老年人多见就这个道理，他有一个损害的过程啊，他的蛋白尿逐渐的啊进行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第二，肾淀粉样变，那么他的肾淀粉样变呢啊，就肾活检淀粉样物质肾综合肾病综合征加肾外表现，哎，这个病实际上超纲了，同学们有兴趣记一下，没兴趣了解一下，它是肾内科主治医生要掌握的病，叫肾淀粉样变。这个病其实病因也不清楚，只是我们发现它以肾病综合症为表现，就是大量蛋白尿低蛋白血症，然后我们做肾穿发现里面有大量的淀粉样物质沉积，所以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叫肾淀粉样变啊，这个命名还蛮简单的，对吧？就穿到什么就命名它什么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肾外表现好特殊，你看比如说它有巨大的舌头啊，有消化道和心脏的淀粉样变，也就是它如果做心肌活检心肌淀粉样变，它如果做肠镜的比如说结肠的直肠的活检，尤其是小肠结肠啊，这些肠子活检，诶，也发现有大量的淀粉样沉积，做肾活检，诶，也有淀粉样沉积。所以我要说的是肾淀粉样病变实际上是全身多个脏器淀粉样病变的怎么样一处，只不过这个地方我们为了鉴别肾病综合症啊，因为什么肾脏被淀粉样沉积了损害了之后啊，说明这个损害挺重的，所以蛋白尿漏出的多正好和我们肾病综合症怎么样就挂上高了，所以它会表现为肾病综合症，而一般不表现为肾炎，为什么？就说明它很重呗，口子撕得很大呗啊，因此肾淀粉样病变在这里就做了个鉴别。实际上你看看它巨舌它消化道什么心脏，也就是说它全身都淀粉样沉积啊，就面粉人呐，这不是淀粉沉积了吗？是吧啊，淀粉人对吧。第三块啊，那么骨髓瘤生病刚才讲过了，你看这个人骨头痛啊，是吧，胸骨痛啊，腰椎痛，腰椎也椎体也是骨头啊，然后这个病人还有尿蛋白肾损害，一看骨髓里面浆细胞超过30%，然后分泌大量的异常的蛋白，这个蛋白叫 M 蛋白， M 蛋白到了尿里面叫本轴蛋白，所以你可以速记为啊，速记为骨痛贫血本轴尿骨髓30浆细胞。那么首选的化疗方案呢叫做 MPT 啊，叫什么叫孟婆汤啊，你看孟婆汤是吧， MPT M 指的就是美法伦， P 大家比较熟悉就是泼尼松， T 指的就是沙利度胺免疫调节剂。
啊，这个内容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同学呢能够回忆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它虽然在我们学习系统当中不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但是啊，这个病它经常出现在刚才看到了什么鉴别诊断里面，也就是你的知识面要足够的宽啊。看到一个大量蛋白尿的失明综合症患者，别忘了在老年人当中，他有可能是淀粉样层病，有可能糖尿病、肾病、骨髓瘤，都可以导致继发性肾病综合症。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再温故而知新，就是说我们现在想一想，跟我职业医师阶段，你回忆一下，我们职业医师阶段学肾病综合症，大家的职业医师课有一部分同学是我上的，有一部分同学是其他老师上的，或者自己学习的啊，自学的等等啊。我说过我在职业医师这个培训的这个行业里边呢，我是09年歪打正着的讲了这个课，当时是因为没有人讲技能啊，当时我在医院是负责搞这个技能实训中心建设的，就最早一批搞那个规培基地的时候，我被抽调去啊集中去搞建设，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经常搞模型搞技能啊。那么偶然的机会，有个这个朋友说老大你帮我们上上课，我们的学生这个技能啊这个水平不好，技能考通过率低。我说那可以啊，我看我有空去帮你讲讲。好，那么就这么的歪打正着的呢，就讲了很多职业医师的这个课。啊，所以我知道大家在职业医师阶段呢是怎么学的，包括很多行业内的其他的一些老师们是怎么上这个课的，我都比较清楚。啊，我这个人还自认为还是比较善于学习的。啊，每一个这个同行的意见建议是吧？每个同学的意见，我还都是比较虚心的接纳、吸收和学习的。所以我就知道了，很多同学在职业医师阶段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基本上就靠着背口诀，啊，然后呢碎片化的，甚至是断章取义的啊，那么学了这个内容。因此，在主治阶段，这里面有一个鸿沟要跨过来，就是其实你还是要回归医学的初心，就是还是要回归医学本身的特点，就是它一定是一个自然科学。这个自然科学是一种有规律的自然科学，这种规律就是思维能力啊，你没有思维能力，你就把握不了这个规律，而把握不了这个规律，在你医学的成长的道路上就会很吃亏啊，尤其是越往上考，你越吃亏。你现在就算考到主治了，我想所有听课的同学不大可能说，我这辈子啊40岁啊50岁啊我没有追求了，我就考主治结束了。这只是你此时此刻的想法，人的想法是会变的。当你真正拥有了这个证书的时候，你有时候在想，哎，我是不是还要再往上走一走呢？啊，你越往上走的时候，这种规律性的把握就越重要，而不能是在断章取义的片段化、碎片化的去记某一两个知识点儿，那这个就有点吃亏了，知道吧？啊，那么我再去说一下，为什么我要强调回顾一下温故而知新，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在职业医师阶段对肾病综合症的理解就停留在三高一低，啊，就停留在这个水平，啊，那么你现在想一想，你回到我们刚才那些内容讲完了，你再理解之后，你才知道，哦，老师，我现在算明白了，肾病综合症，我简写成肾综啊，也就是那四个表现，四个啊，其中有两B。它只是肾综而已。哎，如果你和我一样有了这样的体会，对吧？有了这样的体会之后，这个体会你读一下你就懂了。肾综它只是肾综而已。你读一下，它能你体会到了什么？啊？通过刚才的学习，你体会了，你说肾病综合症它只是肾病综合症而已，你马上就明白了，原来肾病综合症只是一种临床表现的综合体而已，有很多疾病可以导致这些个症状出现，是看山是山的阶段吧？就看山还是山，就肾病综合症它还在那里，它只不过我们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随着不断的考试的往上提升，我们知道了，哦，看山还是山，它就是一个肾病综合症。我们很多疾病，各种疾病，
都可以导致生命综合症的出现。那么当你有了这样的思维之后啊，你再去刷题，你再去刷题，我保证啊，用一句广告词去说，叫自信心又回到了我身边啊。好，哎呀，比你做个手术搞个什么手术要管用啊，啊，比你做个什么手术要管用啊，啊啊，是吧，比你喝点什么对吧，做什么手术是吧，比你喝什么什么药有管用啊，啊。好，第三个啊，糖皮质激素的使用啊。为什么第三个就是要有一个就谈到这个糖皮质激素的这个使用呢啊，因为大家知道生病综合症有很多是原发性的。你真要有狼疮我治狼疮，你真要过敏我治过敏，对吧，你真要生病这个骨髓瘤我治骨髓瘤化疗，听得懂吧，啊，我该怎么治我怎么治。结果你这个病大部分都是原发性的，搞不清什么原因的啊，那怎么办，那只能是按照自身免疫去处理，自身免疫最好的药物就是糖皮质激素了。所以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是内科医生的基本功，是要知道的。一般的使用原则都是起始要足量，总量呢一般按照一毫克每公斤体重每天啊。前面我们也做过一些题，好多青年人成年人他吃60毫克每天已经吃到几量了啊，也就是说成人不超过40到60，儿童按照公斤体重去计算啊，小孩子20公斤那么他就吃20毫克啊。那老师他80公斤呢就吃80毫克吗 ？No， 啊，最封顶剂量也就吃到60毫克，这个说清楚了吧？什么时候吃呢？早晨起来一顿吃掉，那破裂松都5毫克5毫克一片的啊，你想想看吧，一下吃20多片啊，早晨起来一次吃掉啊，起始要足量，不干就不干啊，干就干足量。第二，长期维持，长期维持的时间是多久？中国人很喜欢这个数字，一个是6，一个是8，哎，最长可以延长到什么12周？12周中国人更熟悉12这个数字，为什么？它是一轮啊，12生肖。那么这是长期维持。第三块叫缓慢减药，缓慢减药这个讲究了，每个医生有自己减药的风格啊，还真不一定都是按照这个书上的这个节奏去减的啊，每个医生每个医生的风格，但是呢。基本的这个节奏要把握好，比如说这地方讲到缓慢减药啊，用药时间足够且病情稳定，实际上讲的就是什么，它的尿蛋白逐渐的减小甚至消失啊，它的水肿开始消退，就是说它的症状肯定是得完全的恢复，然后每2周减药一次，每次减到原用药量的10%到20%啊，他就拿刀砍，听懂了吗，一开始砍的少，这个砍的少一般砍个10%到20%，当他减到20毫克的时候，那么减的速度就更加缓慢，最后减到什么，每次半片半片的减，因为一片是5毫克嘛，半片就2.5毫克，一片一片的往下减，一直到减停。所以大家看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数字，每2周减药一次，每次减掉20%，到20毫克的时候呢就要更加缓慢，大家是不是看到了一个数字，就是和什么有关，二有关啊，你就记得就跟二有关，糖皮质激素减药跟二有关，对吧，啊，2周减一次，就半个月减一次，2周减一次，一次减个10到20日啊，减20，减到20的时候就更慢，你就不能按照这个10%、20%的这个减了，可能只减到5%的量了，对吧，就与二有关。所以整个糖皮质激素的使用的原则里面呢，就它使用的这个基本原则里面呢，同学们跟几个数有关，哪数呢，叫1268。什么叫1268呢，你就写在这旁边叫1268，写这个数字在旁边就行了，1268啊，1呢是破裂松1毫克每公斤体重每天啊，那么2呢是指减药的时候每2周减一次，减20%，减到20的时候再慢，就减慢一点。具体这个更加缓慢是个怎么减法，我说过了，每个医生有每个医生的风格
啊，保守一点的医生剪得更慢一点，那胆子大一点的步子迈得大一点，是吧？但是基本原则不能错啊。好，那么六到八就是指六到八周啊，同时封顶剂量是六十，那六十啊，同时啊，大家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哈，要大家知道的啊一个点，什么点呢？就是这个地方最长可以延长到12周，看中间是十二。一二六八，好，你就在旁边写上幺二六八，这就是奇数使用的原则的一些核心词啊。接下来我们做一道题目，看看大家对于这个奇数的减量有没有一些应用了啊。15岁的男性，脱发全程水肿半个月，血压还行，眼睑双下肢凹陷水肿，蛋白尿三个加号。现在呢，这个。24小时尿蛋白定量是6.8，血清白蛋白20，大家想一想，这个人是不是还蛮符合什么病的表现？肾病怎么样？综合症，而且他满足或者说倾向于原发性肾病综合症还是继发性肾病综合症？同学们要养成这个思维啊。虽然说这个病我们马上就能得出是肾病综合症，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同学要诊断的更清楚一点，更完整一点。对，叫什么？原发性肾病综合症。啊，养成这个习惯，也就首先我要排除遗传的，我要排除继发的，我要排除这些个鬼东西。目前从题目里面看，这个人不大像继发的，不大像遗传的，是吧？他15岁了嘛，遗传的可能都是抱在怀里的小婴儿，是吧？儿科又不考，所以遗传的考的不多，因此就要排除继发的，才能得出什么原发的。那么原发的肾病综合症，这又是一个青年男性啊，青少年吧。那么我们肯定不可能首先考虑老年人的脂性肾病，我们应该考虑膜性肾病，我们应该考虑这个小孩是什么脂性肾病。脂性肾病就等于什么叫微小病变型的肾病。对吧？脂性肾病就等于微小病变肾病。那既然是脂性肾病，就是微小病变肾病。我们书上讲了，微小病变肾病它是治疗怎么样？单纯的上激素就行了，它不需要使用什么免疫制剂的。它只是说在激素依赖或者无效的时候，我们才上免疫制剂。所以 B 答案错在什么地方呢？时间出了问题。我们正常的疗程是6到8周，你不能说4周你就着急的上免疫制剂，但是是不是？所以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啊，就选择 A，很简单，对不对？啊，很简单。好，下一个，我们用了激素了，那么激素上去之后呢，它会有3种不同的结果啊。这就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我这个激素能不能撤得掉？我们现在用激素冲击，在我们单位是要求签字的，就是下面我们尤其是冲击治疗啊，就要书面有告知。啊，就采用这个冲击治疗，因为上面会写很多，对吧？什么感染呐、啊、骨头坏死啊、肺炎呐、啊、尿路感染，然后还写的是高血压、糖尿病，对吧？就把激素的副作用啊，就这个都写得很清楚，啊，写很清楚。你告知了没有？告知了，同意了吗？同意，签字啊。那么签字了才上。所以激素用药的不同结果，第一个，激素敏感。敏感是指在8到12周以内，因为你最长可以延长到12周嘛，所以你8到12周之内。NS 指的就是原发性肾病综合症，啊，也就是说怎么样，它能缓解，那不最好，这是皆大欢喜的结果，然后我就开始正正规规撤药了，对吧？一点一点撤，啊，跟二有关。那么如果它出现了激素依赖，依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量减不下。你比如说我到8到12周有没有效？有效啊，怎么没效啊？它蛋白都消了。但是我一减量，好，比如说第8周开始，我就开始减了，第10周也行，第12周也行，我开始减，我一两周减一次嘛，我两周一减量之后复查，马上第3周蛋白就上去了，啊，尿里面蛋白上去，蛋白上去一看，我去，这怎么搞？是不是我们反思？是不是？哟，可是我们8周就减，是不是减快了？我们给它拖到12周吧，好，把激素加到原来的量啊，减掉了20%，给它加回去。加回去，加到12周的时候，咦，它蛋白下去了，下去了，哎，对，用到12周足量了吧？好，我再减，啊，我一减，我减，在减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激素停掉之后啊，
他嘎嘣一下怎么样又起来了。到第三周的时候我把药都停差不多了，他又起来了，这叫依赖。一加就有效，一减就复发啊，依赖了啊。他的激素他用的有效呀，他所以他不叫什么，不叫抵抗。那抵抗是什么呢？抵抗就是干到十二周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说这个人对激素根本没有用。所以同学们，我们现在作为主治医生，我们要研究的，同学们，我们要研究的不仅仅是激素敏感的病人，激素敏感的病人住院医生不会来找你的啊，因为职业医师就考用激素，所以他知道用激素，他来找你的时候无外乎是药不能撤，一撤就复发就反弹，要么他就说十二周八周过去了，病人家属已经都很愤怒了，说这个妈怎么治的都没效啊，就问你怎么办。所以你要处理的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啊，主治医生你可能更多的要处理的是依赖和抵抗的情况，而不是敏感的情况。敏感的情况不需要你处理了，以后那怎么处理呢？就要加用或者是改用其他的一些免疫抑制药物。在我们目前临床上用的多的呢，大部分是加用其他免疫的药，也就是说在激素的基础上不断的减少激素的用量，而增加其他免疫制剂的用量啊，那么追求治疗效果啊，因为你激素已经依赖或者无效了，你再用也是白用，你就慢慢的慢慢把它减掉，而其他的这个免疫制剂就慢慢慢慢的往上加啊。那么第三块就是长期服用激素的副作用。第一块呢，感染啊，这个感染一般细菌啊还好说一些，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长期吃激素，我容易尿路感染，容易得肺炎，这个我抗生素就搞定了。就怕什么呢？就怕糖尿病的病人呢，又是一个肾病综合症啊，然后呢又要用点激素啊，然后又搞得肺结核，我的妈，那这是搞死了啊！这种感染要警惕，有结核感染的可能。第二块会诱发糖尿病啊，就是它会引起什么血糖升高嘛，这激素的本身的副作用，对不对？要查血糖。第二呢，骨质疏松，个别病人会导致吃的骨头痛，最后骨头坏死啊。第四个呢，会引起高血压。第五个呢，会引起一种特殊的肥胖，它的肥胖不是典型的那种啊，均匀的肥胖，它是一种腹型肥胖，它的胳膊啊、腿啊都比较细，但是肚子呢、脸呢都比较大，所以它是向心性的一种肥胖，比较特殊，对吧？啊。好了，那么刚才的一些激素副作用，我想大家在工作中也经常用得到啊，就不用过多的这个阐述了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肾病综合症并发感染的说法不正确的是什么？大家看一看这个题和我们职业意思好像有点不太一样，问法是吧？其实做这种题呢，是为了巩固和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题目本身不难，对吧？答案选的 D， 说肾病综合症最常见的感染部位是消化道，那就胡扯，它怎么会是什么肠道感染？它主要是肺部感染，对吧？也就是呼吸道感染啊。那其他的大家可以作为一个知识点的巩固啊，与免疫紊乱有关，对吧？与长期的吃糖皮质激素有关系啊，也与它低蛋白血症营养不良有关系，这些都是啊正确的说法。那么这样的刷题才是有效的，不是说我只追求一个正确答案。你现在追求正确答案意义不大，因为你不是真正考试。真正考试就那个四门课，对吧？那个才有意义。这个练习题的意义可能更多的是找到不足，摸到方法啊。下一个，原发性肾病综合症给他搞泼利松啊，哪一个是不正确的啊？起始要足量，药物减量要慢，维持用药半年至一年甚至更长，抗生素预防感染啊，减药过程中出现复发可以考虑加联合用药，这个联合用药主要指的是联合其他免疫制剂，所以这个题目不难，正确答案选 D。 哪有说出院的时候给他弄一摩托车头孢抗生素带回家啊，对吧？这个我们职业医师的难度啊，这都已经考过了，职业医师都考过这个难度啊。好的，刚才就说了，激素依赖和激素抵抗会是我们主治医生未来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入门阶段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常用的免疫制剂及其其他治疗有哪些呢？第一块，免疫制剂一般呢不单独使用啊，合用啊往往对激素依赖有效啊，那依赖的就撤不掉的，撤不掉我刚才说了激素慢慢的撤，
其他免疫制剂慢慢的加啊，就慢慢慢慢就把这个激素给替代掉啊。但是它不单独使用，就是给一个小剂量的激素作为背景治疗啊，我只说叫背景治疗，给一个背景治疗，就给很小的量啊，给一个背景治疗，然后呢依托这个免疫制剂发挥作用，对吧。再一个环磷酰胺，环磷酰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免疫制剂啊，肝功能没有异常的人可以使用，所以它的考试要注意，就是由于它太常用，所以考试往往考的是它的副作用。大家看一下环磷酰胺有什么样的副作用，第一个骨髓抑制，就是白细胞上不去，第二个呢就转氨酶胆红素升高，病人出现黄疸啊，第三块是病人比较关心的啊，因为你骨髓抑制，病人就感到没劲啊，容易感冒啊，肝损害，病人就感觉到没胃口，而脱发是他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照镜子他自己掉头发啊。那个别的有血尿，就是出血性膀胱炎啊，这都是环磷酰胺副作用。所以环磷酰胺在使用的时候，第一咱们要定期的查血常规和肝功能啊，第二呢我们要减少洗头发的啊这种什么染发剂或者是这个什么洗发液啊，这种刺激性比较强的，我们尽量减少那种洗头发的时候不断的用什么液体啊去洗啊，烫发染发就不主张搞，那掉得更快啊。那么个别出现出血性膀胱炎的人呢，要加强水化啊，水化就是什么意思，就吊水。我们经常跟病人说啊，你要可能坚持得住，就是这个免疫制剂环磷酰胺上的时候，病人就问大夫什么叫可能坚持得住呢，我说你一天可能要吊十个小时的水，他说哇吊十个小时水，大部分都在床上躺着或者坐着啊，最多呢举个瓶子到走廊上走一走，对吧，其他的你也不敢去，举个瓶子你也不可能坐着电梯往食堂跑，是吧，你只能是在这个病房里面活动活动啊。我说你可能坚持得住一天吊十个小时，他说那我能坚持，然后他就很担心说那这个吊这么多瓶水那是不是要花我很多很多钱啊？我说恰恰不是，给你吊的水啊都便宜的要死，都几块钱啊，几块钱啊，有的那个药物的钱呢啊，比如说一瓶盐水的钱可能还不如护士打一针的钱多，但是你必须要用，就林格斯液啊啊，碳酸氢钠呀啊，不断的去搞，为什么他要把你环磷酰胺的副作用给你抵消掉啊，尤其是不断的冲刷我们的下的这个尿路，不断冲刷就减少这种出血性膀胱炎的这种产生，同时减轻肝损害和什么血液抑制啊，就是不断的冲刷，把它的药物的积蓄性给它冲掉啊，起到作用就给它冲掉，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用环磷酰胺也用到一些像美斯纳这样的保护啊，叫美斯纳这样的什么叫保护膀胱黏膜的药啊，都是为了干嘛，减少啊，我们用护肝药都是为了减少预防环磷酰胺出现并发症，讲一千到一万，就是要保这个药的作用而减少它的副作用，就是内科医生日常查访和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干这个事情啊。药物就像一匹野马一样啊，在会用的人手上，哎，那可以说驾驭自如。所以大家看骑马骑得好的好羡慕，哎，马骑得好啊，什么丁真对吧，丁真的世界啊，什么把父亲的车卖了买个马跑，哎，羡慕啊，叫你一上去骑没两下马给你摔骨折了啊，把你嘟溜下去了，你摔骨折了，你想你生气对吧，我怎么就骑不好呢，他怎么骑得好呢。所以这个环磷酰胺就像一匹烈马一样啊，骑得好那驰骋在草原上对吧，那丁真的世界是吧，那拍照片那好看对吧，那这个好，你骑得不好我们上去给你摔个骨头骨折对吧，所以你要注意啊，我们内科医生就练的这个功夫啊，就是要驾驭这些药物的这些野马啊。啊，怎么记，我们简单说一下，叫用了环磷胺脱发又伤肝，细胞往下掉，恶心加血尿，恶心是一个消化道反应的一个常见的或者比较普通的，几乎所有免疫制剂化疗药都可以出现的一个副作用，对吧？啊，用了环磷胺，脱发又伤肝，细胞往下掉，恶心加血尿啊，这种病人一般都会买个帽子戴着，啊，买个帽子戴着，对吧？第二个药叫做氮芥，为什么大家很少听到呢？因为它已经
不用了。氮芥是我们临床上比较早的啊，用来进行免疫什么叫抑制的啊，进行免疫抑制的啊。其实氮芥是什么？其实就毒气，你可知道？它就是毒气啊，就毒气。因为好多人你看，那吸了毒气得再胀嘛，啊，得骨髓抑制嘛，啊，骨髓抑制嘛，再胀嘛，就毒气是吧？所以你后来最早我们发现这个拐这个毒气叫芥子气。啊，那毒气，像东京以前什么地铁也搞过这种东西啊，毒气，又搞得大家细胞都下降，骨髓都抑制，是吧？哎，后来慢慢的就把这个鬼东西呢，就利用，就想利用它的什么免疫抑制作用嘛，它就是免疫抑制导致我们细胞下降的，所以后来现在就不用了。现在我们用的药比这个好的多得多，何必要用这种啊毒气药呢？对吧？对的啊，好，其他的就是改良的一个毒气，叫做苯丁酸氮芥，用的也比较少啊。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呢，除了环磷腺样之外，还有第二类，就环孢素，还有呢叫马替麦考分子，啊，马替麦考分子，环孢素，啊，马替麦考分子又叫硝烯，硝是马字旁一个小，烯是澳大利亚首都悉尼的烯，啊，叫硝烯，这是它的商品名啊，啊，马替麦考分子，啊。或者叫酶酚酸酯，这些东西都是它的药物名称。哎，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就两类，啊，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吉斯他菲啊，什么这些个啊，更新型的一些免疫制剂啊，都可以拿来呢使用。环孢素及叫马替麦考分子硝烯，它可以直接对抗什么这个免疫细胞，啊，是二线药物。二线药物啥意思哦？就是我们还是优先选择什么环磷酰胺。当环磷酰胺这样的免疫制剂和激素这样的药物联合使用都不能够搞定这个肾病综合症的时候，知道不？就说比如说这个人一开始是激素不行，不行怎么办？往里面加什么呢？加环磷酰胺，把激素慢慢往下撤啊，撤加，发现还是不行，咱们要上环孢素，就是把激素和环磷酰胺缓慢的都撤掉啊，然后上环孢素，环孢素我们单药干就行了。这个免疫制剂很生猛，如果剂量用得大，可能你用个一两次，这个病人一个月都要住在啊洁净病房。洁净病房同学们什么意思？那家伙厉害了啊，就相当于移植病房一样啊，那见你都不能直接握手，哎，不握手就隔着玻璃给你打电话啊，送饭都要通过这个消毒送进去，所有的消毒手消毒各种消毒送进去，就你住在那个什么，哎，住在无菌的相对这个不能叫无菌，就很清洁的这个环境里面，哎，很清洁的环境里面，洁净病房里面，对吧？那这个为什么环孢素免疫抑制比较猛，骨髓抑制时间比较久，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细胞上不来呀，啊，我一星期过去了，你妈细胞还不长。两星期过去了，细胞还不长，我们给你打了个促细胞生成的那些针吧，啊，比如说生白针啊，打啊，什么极弱刺激因子，什么粒细胞极弱刺激因子打了还不上来，这就不上来，你可怕，啊，这个病人因为你治疗没有出问题，结果出现了骨髓免疫抑制期间的合并感染死掉了，我们遇到过好几例，在这个肾病综合症治疗过程当中用到环孢素了。然后病人怎么样？搞了一个肺脓肿，啊，外科也不愿意开刀，因为他细胞低，血小板少，外科医生不愿意搞，内科医生搞不了，啊，打肺脓肿，什么抗生素都用了，最后还是死掉了，哎。另外一个病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搞了一个胰腺炎，啊，就环孢素的治疗过程中嘛，大概是吃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油脂稍微的高脂稍微多了一点。最后又搞了一个胰腺炎，那也是的，外科医生不愿意沾这个刀啊，细胞少，血小板少，免疫力差，他不愿意碰，口子长不好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内科也没法处理啊，病人体质又差，所以最后搞，啊，以后又不好，所以大家不要看这个病呢，肾病综合症虽然说有一部分人治好了，有一部分真的比较重啊，一搞这个免疫力差的时候碰都不能碰，温室里的花朵啊，这是环孢素和硝烯。第三就是对症治疗啊，当然了这里面还有其他治疗手段，比如说肾移植
啊，这些治疗手段，那都是要在什么药物能够将其怎么样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知道不？啊，你不能说这个人这个生命中的药物都没控制住，你说我做生意子，那生意子的效果基本上是很差很差的，人家也不会给你做的。啊，你比如说你这个病情都不平稳，也就是说你免疫因素还没解除掉，我把好的肾脏往里面种，那你觉得种有价值吗？你免疫都没控制住，异常免疫都没控制住，自身免疫反应都没控制住，我把好的肾脏往里面种，种了之后不又被你那个原来的免疫反应打掉了吗？那我花这个大代价把你肾脏移植想干什么呢？所以移植大家不要觉得移植都是在稳定期做的。我们前面讲急进性肾小球肾炎啊，急进性肾小球肾炎那都是稳定半年进仓房啊。啊，半年稳定了，各种抗体都转阴了。为什么抗体要转阴哦？那说明你自身免疫怎么样？控制了，控制了，我把好的肾脏搞进去，你才有可能就好好的过日子。你现在免疫都还没控制住呢，异常免疫没控制住，抗体都阳性的，好，我把这个好的肾脏往里面放，那不是开玩笑吗？那我把这个好树种到你那个那破地上干什么呢？对吧？啊，所以一般治疗卧床休息，蛋白摄入要低优饮食，对吧？适当的呢进行利尿啊，利尿要适当，这个大家肯定能理解。适当利尿，对吧？啊，为什么要适当利尿呢？是因为患者有什么高血脂，如果你大剂量利尿的话呢，就会使血液发生浓缩，知道吧？那么就可能形成什么东西啊？血栓。你就说这个病人吃利尿剂吃的量一下吃大了，哎，利尿剂一下吃大，你又突然一下子腰痛血尿了，或者利尿剂吃一下子怎么样，双下肢疼痛不能下地活动了，啊，腿疼的厉害啊，然后一做这个血管彩超啊，或者下肢造影一看，哎呦，这个人嘛下肢静脉血栓形成了，啊，这都是我们长期大剂量的利尿导致的，啊，短期的不会啊，所以要利尿要适当，要注意一个量的把握，啊，你看一个生命重症的治疗。从我们医师阶段了不起就记一个激素是吧，啊，就结束了，或者说呢激素无效或者是依赖，我们就知道上免疫制剂。但是我们主治医生未来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激素敏感的人用点激素，而是激素依赖不敏感的人我们怎么办，我们用了这些药物之后我们又要注意什么问题，对吧？那查房我们才有的说呀，啊，那么这是哪些用的时候要慎重，比如利尿剂，比如说饮食，这些是我们主治阶段要充分考虑的问题，考试的时候也会经常在这里出题的。下面看几个啊专业知识题，比较简单。环磷酰胺治疗生命综合症主疗不良反应不包括下列哪一个？这里面有个 C 答案，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对吧？这个 C 答案叫性腺抑制，其实它也是有的，也比较突出，只是我们没有在前面写，但是它这个说明书上是有这个啊性腺抑制的这个作用的啊。有一个估计大家能猜得到，对吧？肾功能损害，我们肝损倒是有，肾损它本来就是用来治疗啥的，肾病综合症的，你还用一个能够导致肾损害加重的药，哎，对呀，所以那白马医生说的，对吧？你治疗肾病你还搞两个能损害肾的药，你这个逻辑上就不同了嘛，所以 猜出来答案是什么，对吧？是它，所以就可能在考试中会出现一些你没有见过的干扰项，比如说这地方的性腺抑制，可能有的同学看书多知道，看书少不知道，不知道也不能选它，选那个你最确认的答案啊。第五个，并发症的防治。生命综合症有什么并发症呢？刚才做了一道题了，对吧？第一个是感染，感染没有办法哦，因为他又在吃大剂量的激素，又是一个蛋白小于30克的人，他不感染呢比较难。我们有一些生病的小朋友啊，很可怜呐，啊，像这个过年呢都不能回家啊。啊，公共交通工具他早就不乘坐了，早就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了啊！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是吧？因为低蛋白啊，然后呢又得吃激素，是吧？那么你要带着孩子去坐什么火车啊，坐什么汽车啊，坐这些交通工具，是吧？口罩要是没戴好，卫生防护做得差一点，小孩子他又不像成年人，这摸那摸的啊，结果搞感染，一感染进来3万5万的打不住啊。啊，稍微花钱少的1万多啊，随便花1万多啊，为什么？都是好的抗生素啊，还要吊蛋白啊，花钱买蛋白自费的
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家长就搞怕了，说我不回去了，我就在医院旁边租个房子，啊，租个民宅，租个有的是城中村，经济条件差一点，租个城中村，啊，但是虽然住城中村或者租房子，搞得都很干净，我们跟家长讲，搞得干净的，啊，买个紫外线灯，买点巴斯，是吧？洗啊搞啊，所以三分治疗，七分的护理啊，三分治疗，七分的护理啊，同学们。啊，我经常说咱们将心比心，一个病人生病的背后是一个家庭生活的改变，大家感受到了吧，对吧？啊，你看那个送你一朵小红花，对吧？啊，一个得脑瘤的孩子的背后是一个家庭生活的改变啊，所以这个啊，疾病呢是很残酷的啊，但是医学不达之处，人心可达呀，对吧？啊。好，那么这是一个感染啊，那么我们要选择一些什么强效的啊，没有渗毒性的啊这种抗生素。第二呢，血栓和栓塞性疾病，血栓栓塞我们都知道，在20克以下的时候，哎，就要给它上抗凝的嘞。抗凝的口服，我们就吃华法林，口华法林是吃的啊，口服的。我们要想打这个屁股，打屁股针的，就是个这个啊注射，对吧？我们又用什么？用甘素啊，这个都可以。大家呢要记住这个20，然后要上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已经发生血栓的，那么咱们就积极的溶栓和抗凝，对吧？就是要把栓子给它打通啊。那么这地方我多啰嗦一句啊，血栓和栓塞性疾病的这个位置啊，大家要记住啊，主要见于，这是职业医师的，大家还记得吗？很好，只要见于什么？主要见于什么？哎，肾静脉啊，主要见于肾静脉，并非怎么样？全部，并非全部啊，也可见于下肢静脉。你不要认为就一定是肾静脉血栓形成，然后腰痛血尿。由于我们在职业医师阶段的学习是记忆性的。啊，是碎片化的，所以好多同学就背说肾病综合症出现腰痛血尿，答案就是肾静脉血栓形成，从此他的脑子里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东西，谁也撼动不了啊，叫什么叫腰痛血尿，就是肾静脉血栓形成，所以他就认为肾病综合症的静脉血栓形成就是肾静脉血栓形成啊，就是肾静脉血栓形成，这样一下子把自己给血死了。那么我们主治阶段要知道，这地方说的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栓塞，指的是全身的静脉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它形成静脉血栓的原因是因为血浆蛋白小于20克每升，小于20克每升，而小于20克每升的血浆蛋白呢，它是全身性的，它并不是说就一定只有肾静脉血栓形成。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突破自己思维的局限，不然的话，如果题目考得灵活一些的话，你就要吃亏的啊，或者是专不定向选择题，你选不全答案，你选不全，你又不敢选，其实它是的，你选不到它啊。主要建议是你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根源是因为我们在职业时阶段的学习太过于碎片化啊。当然那个时候咱们就事论事，就是说你针对的，就是说我就考职业医师证啊，这个也不过分，对吧？因为他毕竟考的是常见病多发病，你可能就掌握就行了。但是你现在为内科主治医生就不行，你不能认为说肾病综合症的血栓形成这就只有肾静脉血栓，不是的，它也有可能形成在双下肢的肾静脉，甚至有可能形成在我们肺静脉里面啊，有个别的人还能形成到门静脉，就是门静脉都有可能血栓形成，所以你不能认为这个我就一定是什么肾静脉血栓。那么如果我给你一个肾病综合症的人说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门脉高压啊，出现门脉高压了，出现食管位的静脉曲张啊，你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不要茫然，你就这个哟，那为什么呢？这个时候答案是什么？就是门静脉怎么样血栓形成，就肾病综合症治疗过程出现门静脉血栓形成，哎，然后导致门静脉高压了，啊，你要有这个意识，你就是72分到82分的人，对吧？
如果你挣扎在这个意识的边缘，你大概在62到72。如果你对这个东西不能把握的话，那么我估计你在专业实践能力和专业知识这两门课上面要栽跟头，啊，其他两门课没有问题啊。那么很多同学说，老师，你今年的讲课比较侧重于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能力，因为我发现基础知识可能和职业意识很像。你看去年的很多同学基础知识挂掉的同学少之又少，罕见啊。那么在相关专业知识里面丢分的同学也是少之又少，为啥？因为那些东西靠职业医师的那种学习方法还能够往上拱分数，就是死记嘛，就是反正看到这个就选嘛，就不用太多的去用临床思维能力去分析和排除的时候，这个分数你是能捞着的。但是一旦考到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就后两门课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你吃力了一些，就是你发现你做前两门还行，或者说呢，我没复习到，那是我的问题，老师讲了我没复习到啊，我忘掉了，那是我们说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是你学习方法要调整。那就当你做到第三门尤其第四门的时候，你感觉很吃力，如果你感觉非常吃力，那么还是临床思辨能力出了问题，不是知识点你不知道，而是你看我刚才说的肾病综合症的时候出现门静脉血栓形成，对吧，出现肾病血栓形成，你说你要不理解，你的脑海中还是记得肾静脉血栓形成是腰痛血尿，肾静脉形成腰痛血尿，那你怎么解释这个门静脉血栓形成呢？你就不敢学，你怕呀，这个东西我没搞过不会，你不敢学。但实际上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就可以出现，只不过不多见啊，它不多见就被你碰到了，那就多见了。临床的99%和1%是一样的，很多病人问我，大夫，我在你这治，你这个病的治愈率是多少啊？我说我从来不跟病人过多的去谈治愈率，我说我们尽一切代价帮你达到一个最好的结果，治好是最好的结果，对吧，我们一起努力达到这个目标，你不用过多的在乎治愈率，治愈率是99%的疾病，而你是那1%，那么这个99%就等于零啊，99个人都能治好，而你是那一个人，对于你来说治愈率是零蛋，怎么能是99呢？啊，一个病的治愈率只有1%，你也不要灰心丧气，因为如果你是就是这1%，对你来说治愈率是100%。所以你过多的去追求什么治愈率，我能治好多少，这种东西纯粹是心灵的鸡汤，就是喝的反正自己安慰一下自己没多大用。不要，我跟病人讲的这些话和我自己的人生态度是一样的，不要过多的去看重结果，而要把精力投入到过程当中来。你只要看中了过程，结果一定水到渠成，你都过程这么重视过程，你怎么能没有结果呢？这是不可能的。而你过多的考虑结果，患得患失啊，向前向左向右向后，始终下不了决心啊，犹豫来犹豫去，彷徨无助，那你怎么能拥有这个结果呢？所以你只要每天你认真的刷题，你认真的听课，你跟着老师的节奏慢慢的走，你一定会有结果，你怎么能没有结果？你说你每个知识点都啃到位了，每个题你都分析了，你要考不过那天理不容，我告诉你，那不是你天理不容，是国家考医学考试中心天理不容。其实我这些年我想干的事情我都干成了，也就是因为我不在乎结果，我只在乎过程啊。说我一点不关心结果是假的，对吧，你做一件事情你不关心结果假的，但是你太在乎结果没有用啊。所以很多同学说，老师，我这个模拟题没做到100分呢，我模拟题做了60分呢，做50多分，不要在乎这些结果，在乎过程。你正确率60%，那说明你错了40题，你去看40题为什么错，你在乎那60分没有用啊，又不是真正的考试，对不对？所以一定要重视过程，过程决定了结果，结果都是水到渠成，不用羡慕别人，就自己的过程是什么，落实好就有结果的啊。那我搞职称啊，我搞什么，我搞学历啊，我都不在乎，我就过程，你看过程有了结果就有了啊。我一拿出去比，没人，我们单位没人比得过我，你搞职称材料搞什么，
你比啊，对吧？为什么？我在乎结果，我一个一个课题去做，对吧？一个一个文章去写，是吧？哎，一样一样的事情去做，你不就结果来了吗？啊，不要在乎结果啊。好，那么这是给大家啊，我为亲人熬的鼠年的最后一碗鸡汤啊，就熬到这里了。同学们，味道也不知道怎么样啊，各种滋味啊，各家去品尝吧啊。鼠年的一碗最后一碗心灵鸡汤啊，熬到这里了。下面再看并发症的防治的第三个问题啊，那么急性肾损伤，急性肾损伤啊，那么你看看，怎么处理呢？就是说在我们肾病综合症的病人当中，可能一下子出现少尿无尿了，这个人使用利尿剂、血液透析、原发病处理和什么碱化尿液等等，这些手段都是很通俗的手段，是不是啊？很通俗的手段。也就是说，同学们不要认为肾病综合症的人不会肾衰，他会突然一下肾衰的。你看，叫急性肾损伤，实际上就是过去说的急性肾衰。也就是肾病综合症在吃药过程中，也有可能一下子就急性肾衰了。那么治疗差不多，用泮利尿剂。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纠结了。说老师啊，刚才你不是说，你看老师，你刚才说了要适当的利尿吗？哎，这句话适当利尿和这个人出现了急性怎么样？肾损伤使用复赛米这样的强效利尿剂是不矛盾的，因为你就事论事啊，在不同的场合是不同的用法，是吧？所以我非常赞同一句话，叫做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啊。你见人就应该说人话，你见鬼就应该说鬼话，你非要说见人说鬼话，见鬼说人话，那说明你不会沟通啊，你没有沟通技巧呀，是不是？所以见了急性的我们用泮利尿剂，是吧？那见了那个稳定期的我就不要大剂量使用了，那使用多了就把它搞得血液浓缩血栓搞出来了，对不对啊？好，这个肾损伤这个碱化尿液就是使用碳酸氢钠，大家比较熟悉吧，是不是老套路了啊？肾功能不好的掉点碳酸氢钠，什么意思？碱化尿液，碱化尿液主要是啊能够减少一些这个管型的啊形成啊，就是使用碳酸氢钠啊，还能降一点尿酸，对不对啊？多好啊。好了，并发症的防治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叫做脂肪代谢的问题，是吧？它有高脂血症嘛，那么它就引起一些什么电解质的紊乱啦、引起一些蛋白质的这个紊乱啦，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使用一些降压药啊，比如说呢 SERARB 来减少什么尿蛋白啊，减少尿蛋白，明白了吧？好了，好，下面再看啊，男性58岁，盐碱及双亚酯水肿3个月，尿常规蛋白是阳性的，24小时尿蛋白定量是5.1，血浆是19，现在肾穿刺是魔性肾病的1期，你看，看来魔性肾病还有分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去展开介绍，因为303考不到这个深度啊，大家也不用去啊，这个去主动再去学，对吧？但是如果考肾内科，你要知道分期啊，我们这里不讲了，大家知道这是个魔性肾病，老年人还挺符合的，是吧？最佳治疗手段是个怎么整啊？我想大家应该能够迅速的做对答案了。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蛋白是19，所以要加一个什么治疗？抗凝治疗。那么魔性肾病它天然的对激素就耐药，大家听得懂吧？啊，所以单用激素没有用，激素可以出现为一种背景治疗啊。你说没用你就不用了，不行，它是一种背景治疗啊。我说的没用是不能把它彻底的治好，是这个没用啊，它作为一种背景治疗出现。其实这个魔性肾病主要靠的是黄连酰胺打下的江山啊，激素在中间可能就是一个帮凶，说帮凶过分了，它就是个狗头军师啊，也不是什么好称呼啊。肾病综合症并发急性肾衰竭防治的时候啊，不正确的是个啥啊？不正确的是啥？来看一下 A， 我们可以使用复赛米啊。B 答案说利尿搞不定，我们透析。C 答案说我们搞一点啊，这个治疗原发病啊，就积极的什么去治疗什么原发病。啊，最后碱化尿液就是掉一点什么东西，碳酸什么，哎，氢钠，就掉一点碳酸什么氢钠啊，猜的对吧？啊，哎，搞使劲强力的去利尿啊，那这何必呢？我们可以用复赛米啊，用复赛米啊，用一些强效的利尿药啊，但是不要强力的去利尿，这是两个概念。复赛米是强效利尿药
啊，用帕尼尿剂复赛米是吧？可以，强力的利尿是我大剂量的长时间的使用，这叫强力啊，那肯定是不对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这个时候我不可能搞一些什么，什么青绿赛芹来利尿吧，对吧？你青绿赛芹这个时候急性肾衰竭也不是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呀，那肯定要换复赛米，它是强效利尿剂，它不是强力利尿，强力利尿就复赛米用20毫克也是用，用200毫克也是用，用200就叫强力利尿，用20毫克那就是改成强效利尿剂嘛，啊，这个中间有差别，啊，有差别啊，所以不正确的是什么？啊，不正确的是 D。哎，好，那么有的同学问啊这个问题了啊，跟大家讲一下啊，什么问题呢？啊，我估计这个同学问的问题是并发症防治当中啊 ，SAEI 和 IRB 使用的问题。有同学问了，老师，这个人血压不高是吧？也要使用 SAEI 吗？啊，那同学们，那我问大家一个，你问我这个问题对吧？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是血压不高能用 SAEI 吗？好，你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我问你心衰慢性心衰啊。慢性心衰是吃阿波罗的对吧？阿波罗对吧？那这个 R 不是 AC 什么 EI？ 好，我问你，在我讲这个的时候，您为什么没有提问这个人血压呢？哎，那为什么我们讲到肾脏疾病的时候用到 SAEI， 大家就用不到血压呢？好奇怪哦。啊，没想起来问是吧？啊，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影响。啊，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影响。好，那我再问您下一个问题，你就不需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大家知道洋地黄是镇性激励药，没错吧？用于收缩期心衰，对不对？好，那请问为什么二峡合并房颤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洋地黄呢？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就是，用它的副业，是吧？所以 SAEI-LRB 它可以逆转什么心肌肥厚，它可以减少什么尿蛋白，这是它的特长。哎，同时呢，它又能够用来干嘛？来降压。大家听懂了吧？可以用来降压啊。只不过这个地方我们用的不是它的什么作用，降压作用，用的是它的什么作用？减少尿蛋白的作用，明白了吧？我们在慢性心衰的时候用 SAEI， 用的不是它降压的作用，用的也不是它减少尿蛋白的作用，用的是它怎么样改善什么作用？哎，心脏重构的作用。大家能理解不？对吧？能理解就行了，对吧？慢慢的去积累啊，没关系，慢慢的去积累，听懂了吧？好，那我问大家，对吧？你们单位有专家啊？你们单位有专家？特别厉害的专家啊，那么他主要看糖尿病，糖尿病。突然有一天，这个专家当着你的面写了一幅书法，一看，哇塞，这个书法厉害了。然后他展示了他另一个身份，他是某某市书法家协会会员。那我请问你，他在写书法的时候是在看糖尿病吗？啊，听懂了没有？就他在写书法的时候，你说他在看糖尿病吗？哎，就这么个意思，听懂了吧？所以这个时候用 SAEI 用的就是减少尿蛋白。哎，当然大家考虑的问题很好啊，也就是说 SAEI 在减少尿蛋白的时候，它降压就从什么变成了什么？从什么变成什么？有人能说中我的心吗？啊？
哎，主业变副业有一点靠上了啊，减少尿蛋白，副作用非常好。我来看一下，啊，碧海秀林啊，碧海秀林对吧？很好，从作用变成副作用，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你就会对很多问题更通透的理解了。哎，很好，这个同学很好，爱笑这个同学是吧？从治疗变成副作用。也就是说我在用 SAER 去降压的时候，降压是作用，其他作用变成副作用。现在我就用 SAER 呀，用它来减少尿蛋白，那么它的降压作用变成它的副作用，听得懂了没有？慢性心衰也是的，慢性心衰的患者啊，慢性心衰患者，我想用它改善心肌重构的作用，结果它的降压也变成了副作用。听到没有？降压变成副作用了，也就是说这个人我用 SAI 控制尿蛋白，结果血压掉到什么110，下面掉到什么560，妈，这个药不能用了，不能用了。为什么？副作用大于作用了，不能用了啊，换其他药用了。明白了吗？所以当一个看糖尿病的专家在看糖尿病的时候，实际上他写书法这件事情啊，是占用他看糖尿病的时间的，没错吧？实际上对于他看这个病来说，写书法是耽误他看病的时间的。那么同样的，当他写书法的时候，看糖尿病这件事情就变成他的副作用了。因为他写书法肯定写不过专业的书法家，专业书法家天天写，而你大部分时间看糖尿病偶尔写一写，所以这个时候你在书法家协会里面你就有点吃亏。为什么？你的专业不是搞这个的，就这么简单。